有没有同学能不能写出这个词呢？跟我一起来 invent。 那有同学说，老师，发明和发现，这应该是语文老师解决的问题。什么叫发明？那是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东西，比如贝尔发明了电话， Bell invented the telephone。 以前没电话，自从他发明了，世人才用了电话，或者谁谁发明了电灯泡。那同学们， discover 不一样，原来人就有，后来可能拿个盖儿给盖上了，后来被你给把盖儿揭了，发现的意思。哥伦布发现了美国，美洲，同学们，以前美洲就存在，后来让他给发现了。同样，我发现他的秘密，你们怎么说？I discover his secret。 他的秘密以前一直有，不过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了特棒的餐馆， I discover a wonderful restaurant。 以前这餐馆就存在，这就是发明和发现的区别，很好理解啊。那同学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最重点的动词上场，这个词叫承认，一起来 admit。 再来一遍 admit， 一起来承认 admit。 这个词也是规则变化，那它的过去是怎么写呢？哎，看有没有形成感觉啊？辅音，元音辅音应该双写，所以过去时不双写算你错。Admitted， 就一个考点，承认，承认，我承认我的错误，承认一个错误，英文怎么说？Admit a mistake。 那老师，如果加动词呢？我承认做了某事， admit 后面加 to do 还是 doing 呢？这就是它最重要的考点了。注意它跟 enjoy、 imagine、 practice 是一样的，后面一定要加，很好。 admit doing something， 一定记下了啊。 admit doing something 我们叫承认做了某事，承认做了某事。请造个句子吧，叫做 I admit stealing his wallet。 什么叫做 wallet？ 钱包。我承认偷了他的钱包， I admit stealing his wallet。 我承认我昨天打了他，我对此抱歉，我承认， I admit。 那么同学们，我打了他，就直接打他吧， beat 变成 ing， beating him。I admit beating him， I admitted beating him， 都是可以的。那同学们继续，我承认被他打了，怎么说？我承认是被他打的，不是被那人打的。好，试试I admit， 本来是 doing， 这块同学有同学写不出来，注意啊， do 的被动是不是得写成 be 加 done 啊？那同学们， doing 的被动有同学会写吗？你看 do 就变成了 be 和 done， do 这个词变成 be 和 done， 变成被动，然后呢还得加 ing， done 这块没法加 ing 了，应该在这儿加 ing 吧。所以记住， doing 的被动一定要 spell 叫做 being done，doing 的被动叫做 being done。 I admit beating him， I admit 被他打， being done 我们叫 I admit being beaten by him， 这就是 being done 的说法了。所以注意啊，主动被动都要会写。或者再来一个，我承认被老师批评了，批评叫做 criticize， 你可以用 C-I-Z-E 也可以用 S-I-Z-E， 不说了。 I admitBeing criticized by the teacher, I admit doing something。 好，那同学们，下面一个词是大学四级的词汇，现在高二也要开始学了，挺难，但是希望你记住这个词原意倒并不难，跟我读一下 confine。 再来一遍 confine， 一起来 confine， 是把一个东西关在一个小地方，禁闭、幽禁、关在的意思。比如人们买鸟不能在家里乱飞啊，所以一般都会 confine a bird in a cageConfine a bird in a cage， 把鸟关在小笼子里，把鸟幽闭在一个小笼子里。那往往使用被动，鸟就被局限在被关在笼子里了，怎么说呀？ A bird 被动语态 is confined in a cage。 说多了说多了，被关在，被关在就是它的第一个词组，麻烦你记住，有些习惯用被动，一起来 be confined inBe confined in。 当然 I was confined in my office all day yesterday， 昨天我被困在，被关在我的办公室了，待了整整一天都没出去。为什么呀？可能忘了带钥匙了，给自己反锁里面了，也可能外面有风暴下雨，都是可能的。爸爸说我没背完单
单词，我被关在我的卧室里一天。I was confined in my bedroom. 当然也可以说我生病了，所以 I have to be confined in bed. 我必须要被关在床上，被困在床上，被禁闭舱，就是说我必须要卧床一天，哪儿都去不了，在床上真是动弹不得呀。那同学们 ，confined 的第一个意思叫关在禁闭，被关在哪儿叫 be confined in somewhere。第二个意思是高二我们会学的，希望你也记住，我们叫 confine A to B。如果加在 to confine 就不是关在禁闭的意思了，我们叫做把 A 限制在 B 的范围之内。限制在 B 的范围之内，那 B 往往是个数字， confine A to B。 举个例子，我最近非常想减肥， diet 叫饮食，怎么减肥呢？ I confine my diet， 我要控制住我的饮食，我要限制住饮食，限制到 to one apple a day， 一天只吃一个苹果。这就是把我的饮食关在一天一个苹果，其实就叫做把 A 限制在 B。 哇，咱们班人太多了，不行，咱们这班要变成小班，我有个班级限制在十个人。 I confine my class to 10 people， 我最近要戒烟，我得一点点来，不能一下就戒了。我把我的吸烟限制在一天先两根吧。 confine my smoking to 2 cigarettes a day， 这就是 confine A to B。 那同学们老说这条路限速，这条路限速，我们要把自己的车或者我把我的速度限制在60迈，怎么说呢？ I confine my 速度 speed， 注意介词 to 60 miles per hour， 简称 60 miles， 限制我的速度，把它控制在60迈，把 A 控制到 B 的范围之内，或者把 A 限制到 B 的范围之内。哎，有的时候办公室经常会这样说， Please confine your use of the telephone to business calls。 Please confine your use of the telephone to business calls， 什么意思呢？注意词组叫 confine A to B， 把 A 限制在 B 的范围中，我叫请把你使用电话这个范围限制在商用电话，说白就是办公室不要打私人电话，你尽量控制你电话使用都打公家的商务电话 business calls。 所以这就是 confine 的原意了。第一，关在 幽闭， 被关在，鸟被关在笼子里， A bird is confined in the cage。 第二，也别忘了 confine A to B， 把 A 限制在 B 的范围之内，有点 limits 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最后一个形容词啦，正常的，一起来 normal。 再来一遍 normal， 一起来，正常的 normal， 一个正常的孩子，智力也正常，长得也正常，思维正常，一起来 a normal person。 再来一遍 a normal person。 还有什么可以正常呢？ the human body， 人体的 the normal temperature， 什么东西啊？人体的正常体温都在36.7度， the normal temperature。 It's normal for couples to argue now and then。 什么叫 couples？ 两口子，对于两口子吵架 now and then， 是不是吵架？其实 it's normal， quite normal， 挺正常的，要是不吵才不正常呢。那他以前，那现在呀，北京有个大学叫做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注意说发现，哦，北京正常大学，难道还有北京不正常大学吗？不是啊，如果 normal 在大学的前面，它居然叫北京师范大学，不是吃饭大学，是师范大学，可能取自于可以给人设置一些日常的常规，哎，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normal 还有师范的意思，先不管它了。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那同学们既然正常的知道，你知道它的否定不正常怎么办呢？有的人加 un， 还加那个 dis， 同学们都不加，加的是另外一个否定词根，所以要记加一个 ab， 一起来 abnormal。再来一遍 abnormal， 它的意思叫不正常的，中文叫反常的，一起来 abnormal。 abnormal behavior， 反常的行为。今天的天气很反常，大夏天的下雪，一定有冤案， abnormal weather。 以及这个人是一个今天很反常的一个男孩， abnormal boy， 平时少言寡语，今天怎么这么能说话，回光返照了吗？这叫 abnormal， 哎，不正常反常的。比如大家的眼睛大都很正常的大， normal eyes， 周围 abnormal eyes，不正常那种大呀，跟灯笼似的。当然举个例子啊，或者你吃了一大汉堡，这么大算正常，你看我这个 abnormal hamburger， 一个很不正常的，这尺寸跟平常不一样啊，同学们，这种很反常这种汉堡，我至尊型的，这玩意儿比人都高，
abnormal hamburger。注意 normal and abnormal。如果知道的话，那本课的单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接下的文章就容易得多了。那么同学们休息休息，暂停一下，跟着课文先读两遍跟读，然后咱们一起来攻克本课的文章部分吧。好，同学们，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课的文章吧。那文章的第一部分这样说的。When a plane from London arrived at Sydney Airport, workers began to unload a number of wooden boxes which contained clothing. 你没有看错，这边两行半它就是一个句子。作者为什么能把句子写长啊？绝对不是本句的主谓宾倍儿长，而是善用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首先看到一个连词 问到什么从句呢？一看，哦，开头打逗号，这就叫时间状语从句，证明本句的主语就在逗号的后面，本句的谓语就在这儿呢。说当一个飞机从伦敦到达新的港口的时候，工人们正在开始卸载，还记 a number of 吗？ a number of 叫一些的意思，相当于 some， 而大量叫做 a large number of， 别忘了后面加可数还是不可数来了，只加可数名词，还记得吧？一些木质的箱子。那接下来为什么又长了？这是什么从句啊？看到连词左面是个名词定从，那 which 指的是先行词 boxes， 这些箱子含着一些clothing， 这就是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真正的核心就在这儿了，工人们开始卸载木箱子。但你要写作的话，你就写这么一句话，一点语感或者一点美感都没有了。所以在写作中善使用状语从句、定语从句，那怎么办？多读多背你就能写出来了。那同学们，第一个词，哎，我们的生词出现叫做，跟我读一下 clothing。再来一遍 clothing， 它的意思叫做衣物。哎，到初三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这三个词，我们学过了，这三个词长得很像啊。第一个初一就知道，一起来 clothes。再来一遍 clothes， 衣服的意思。下面一个词注意发音啊，是 all 的音，一起来 cloth， 就像那钟表 clock， 它的意思叫做布匹的布。那么同学们，这个词衣物一起来 clothing。再来一遍 clothing。 那同学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词吧，我们是一种原材料，叫做一起来 cloth， sorry 啊，叫做一起来 cloth。 再来一遍 cloth， 它是原材料，我们叫布匹，可数吗？英文中所有的原料都是不可数名词，所以 cloth不可数名词。当然老师，衣服为什么是 clothes 啊？这回你明白了吧？为什么是复数啊？因为衣服不都是一堆布拼出来的吗？有同学穿着一片布就出来了吗？你遮哪儿不遮哪儿，穿着肚兜出来肯定不行。那这两个区别如果知道，那老师什么叫 clothing？ 很简单，它是总称，我们叫衣物。什么叫总称？就相当于苹果、香蕉、榴莲，结果来个总称叫 fruit， 我们叫水果。所以同学们，表示衣物的话也是不可数名词，就像水果不也不可数吗？所以一般都是通常说哎，这个服务店啊卖衣物，卖的是 clothing， 这就是你说眼镜也算衣物的一种，你说裙子也算衣物的一种，你说衬衫、马甲甚至手套都算衣物。所以说给灾区我们要送一些 food and clothing，食物和衣物，俩都是总称，没有告诉你具体的食物是汉堡包还是面条，也没告诉你衣物是袜子还是鞋还是裤子，所以这就是一个总称了， food and clothing。 那同学们，那这一句话什么叫，哎，到了商店的四层看着挂一牌子 outdoor clothing， 怎么理解？很好，买户外衣服的。那么当然可能滑雪服啊，或者跑步用的呀，哎，户外登山服啊，这叫 outdoorclothing。 冬去春来，那同学们，冬装现在大减价 winter clothing， 但夏装也上市了 summer clothing。 夏装冬装是一个总称吧。哎，你的舅舅是干什么的呀？好，他经营一个 a clothing factory。 再来一遍 a clothing factory 什么意思啊？服装加工厂，服装厂呗，这就是总称了。所以那么第一段说的是比较简单的，他说的是什么呢？叫做这些箱子里呀含着一些
衣物，没告诉你具体长什么样，也没有说含着布匹，所以我觉得第一句非常的经典。那第一句经典之后，第二句真正的语法也就上来了，我们一起往下看。好，同学们来看下一部分，叫做 No one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没能够什么这个事实。那么重点词组叫做 account for， 不过现在记不住也不丢脸，因为它是一个大学四级的词汇，高中生都没有见过，但这个词倒不难理解啊。一个词组叫做 account for something， 它完全等于初中学的explain， 什么叫以前学的 explain 啊？解释的意思，我们就解释或者说清楚到明白的意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哎，我们是学生会的，我们收了同学的很多钱，为了运营学生会，当然最后我们要做一个账目，我们必须 we must account for means explain every cent，每一个 cent 是每分，哪个每分呢？定语从句啊，名词连名词 which we spend， 我们必须要说得清道得明，或者解释清楚我们花的每一分钱，要账目明明白白的，这叫做 account for。 当然你可以说 recent pressure， 什么叫 pressure？ 压力，最近在工作中的压力 may 可能就 account for his behavior， 就说清楚解释了他最近的 abnormal behavior， 他的反常行为了。咱们也可以说，你能解释一下你的缺席吗？昨天开会你怎么没来啊？ Can you 别说 explain 了， Can you account for your absence yesterday？ 当然这个词要比 explain 文雅的多，解释清楚，说清楚的意思。这句话叫做没人能够说得清楚或者解释得了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引导一个从句，这个是比较讨厌的一个从句，它既不叫定从，也不叫名从，更不叫状从，它叫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管正从句叫做同位语从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同位语从句，特简单，我写一个我，然后你的老师来了，那么同学们，我来了，主语和谓语，那你的老师叫什么呢？你的老师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老师，其实俩都是主语，我们起个名字吧，叫同位语。什么叫同位语啊？说白了就是跟前面那个我是处在同一个地位的，同一个位置的语言，我们叫一个名词为我，你老师来了，那狗强强死了，强强就是狗，狗叫强强，那猫咪咪死了，咪咪就是猫，猫就是咪咪，我你的朋友，你总得相信吧，你的朋友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词做一个词的同位语。但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句子，很有意思啊，哎，叫做没人能够解释一个事实，解释的宾语，解释的宾语后面有 that 引导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同位从句只能用 that 来引导， that 没有任何意思，但你不能删，相当于等于号，后面其实就解释这个事实的内容，没能解释到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其中的一个箱子极其的重，事实的内容，这就叫做一个句子来解释一个名词，相当于等于号，我们管这个句子叫做它的同位从句，事实就是这句子，这句子就是事实。所以同位从句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都有大听到 the news， 什么消息呢？ that he was dead， 到第二动词出现之前 surprise us greatly， 这个消息极大的使我们吃惊，其实为 astonish 多好。那么同学们，接下来你看什么消息啊？消息的内容就是他死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吃惊。所以同位从特点要找出来，第一，他的前面的那个词啊，就是他同位的那个词啊，往往是一个很有内容感的名词，什么消息啊，什么信息啊，而接下来必须用 that 来引导，后面就是解释一个消息，消息的内容是他死了。再举个例子， the fact 事实，什么事实呢？ that he was successful， 到第二种出现，事实展示了他的能力，事实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很成功， he was successful。 同样His suggestion， 什么叫 suggestion？ 建议。哎，那么同学们， His suggestion was refused， 他的建议被拒绝，建议的内容是什么呢？会议应该被
推迟、被延期这个建议应该怎么样呢？哎，我之前被拒绝了，我们管这个就叫同位从句。前面红笔处都是一些很有内容感的名词，后面一个句子必须由大字连接，大字没有任何的意思，后面那个句子完全解释前面这三个名词的具体信息，所以考试的时候只要你能认出来，这就白给分了，认不出来就麻烦了。 I've come from the government， 我从政府这儿来。With a message， 带着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 The meeting won't be held tomorrow。 消息的内容是这个会议明天不会被举行，所以同位从句只选 that， that 不能省， that 就是等于号来解释 message 后面的具体内容，那这种句子就非常的简单了。再来看一个， The thought he might fail the exam worried him， 这个想法是他担心。什么想法呢？具体的内容是他可能这次考试会不及格，会失败的这个想法，修饰想法的具体内容，答案就是 that he might fail in the exam。 那同学们继续来看， The nurses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reduce the patient's fear， 护士正在尽力去减少病人的 fear， 害怕恐惧。那么同学们，这就是恐惧，病人的恐惧，病人恐惧的内容是什么呀？这病人觉得他会死于这个病，这就是恐惧的具体内容。来解释一下 that he would die of the disease。 那同学们来看，文章是这么说的，没能解释了这个事实，事实的内容是其中相对怎么 extremely heavy means very heavy， 极其的重啊。于是出现本课的核心剧情了， it suddenly occurred to one of the workers to open up the box。 有的这儿没读懂，确实有些剧情你要不背，打死你也读不懂啊。菲菲老师以前遇到这个句子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occur 是什么意思啊，发生，跟 happen 一样，偶然发生，怎么他突然发生到一个工人身上，一个工人被鬼魂附体了吗？不是这意思。所以请大家记句型，句型一叫做 it， 我就用现在时了， occurs to somebody that， that 后面肯定要加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管这个句子叫什么从句呢？形式主语和真正的主语从句。当然我们句型一就上乘了，叫 it occurs to somebody that 加句子， it occurs to somebody that 加句子。句子什么意思啊？它的意思非常简单，从这儿开始翻译叫某人意识到。哎，以前学的意识到是哪个动词来了？叫 realize。 对，以前你说我意识到我错了，你只会用 realize， 你会这么说 I realized that I was wrong， 用宾语从句做出了一个。今天我用主语从句来试一试，我就叫我意识到我错了怎么说呢？照猫话我叫做 it，我就用过去式了， occurred， 别忘了双写。我 to me that 前面这一堆就叫做我意识到，后面一样我错了， I was wrong， 不用直译啊，这件事我错了，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没有怎么翻译的，我意识到我错了，能明白吗？ It occurs to somebody that 加句子。再造个句子，我意识到我丢了我的钱包，以前是 I realized I lost my wallet， 现在说的是 it 一提前 occurs to me， 我意识到，意识到什么？别忘了 that， 主语从句 that 也不能省，我丢了钱包 I lost 加句子 my， 钱夹还记着吗？一起来 wallet， it occurs to me that， 从 somebody 开始翻译，我意识到我丢了钱包。那同学们再来， Sam 意识到他的储蓄被丢了。哎，上节课的文章啊， Sam 意识到怎么说？刚才我意识到叫做 it occurs to me， 但现在 Sam 意识到不就 it occurs to Sam 不就完了吗？我们用过去时啊，因为当时的事 it occurred to Sam that， 在意识到什么？他的储蓄 his savings， 注意后面的时态啊，被弄丢了。有同学直接写过去是 were lost， 但是是先意识到还是先丢啊？丢完了才意识到，可是意识到都过去时了，丢了在过去之前，我们用 had done 的被动语态怎么写？ had been lost，
所以这就是某人意识到 It occurred to some that his savings had been lost 句型一某人意识到 It occurs to somebody 加 that 加句子那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本课的句型二有的时候后面如果不加句子也可以加不定式 to do 出现句型二如果你想加动词也行我们叫 It occurs to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而中文就是某人意识到要去做某事某人意识到要去做某事比如要不你说什么好久没给哥哥写信了一直在发短信我觉得也不好住这么远在美国读书我意识到要去给哥哥写一封信了试试啊 It occurs 我意识到 to me 去干嘛去写信 to write a letter to my brother 不就出来了吗有时候说我突然意识到 It suddenly occurs to me to write my brother a letter to write a letter to my brother 再来母亲节到了我意识到我该给我挣了工资了要去给妈妈寄一个礼物 send a gift 怎么说 It 突然意识到 suddenly occurs to me你可以加 that I will send a gift to my mother 或者直接 to send a gift to my mother It suddenly occurs to me to send a gift to my mother 某一人意识到要去做某事了再来这句话怎么办 It never occurred to her to ask anyone 翻译的时候掌握技巧啊某人意识到应该从某人开始翻译吧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去向任何人提问或者问任何人向任何人求助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去问任何人总是自己闷头去提出解决办法那同学们咱们再来我突然意识到要靠右行走到中国一般都靠走行走靠左那么到英国都要跟他们反着会发现哎，为什么所有人都逆行发现自己走错了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怎么说 It occurs to me thatI should walk on the right 或者直接 to walk on the right It occurs to me It suddenly occurs to me to walk on the right 那同学们这个怎么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系个安全带 It occurs to me that I should wear a safety belt 或者 It occurs to meto wear a safety belt 是不是也没有多难啊那同学们这里要怎么翻译从这儿翻译叫我突然意识到哦 sorry 不是我其中一个工人突然意识到去干嘛去打开这个箱子大家还莫名其妙突然一个工人意识到干嘛愣着打开不就完了吗那打开了看见了什么呢那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往下走下面一个句子就出现了本课的语法了那同学们我们来往下走了